上一集講到 separation 啦，咁其實完嘅時候我哋都有睇過，即係有 indicate， 其實我哋都覺得好難做，係啊，因為無端端街邊一個人，你點同佢 connect 咧？嗯，咁，所以其實我哋啱啱我又一揭開本書，咁我又睇，咁就係嗰個講一句俾我，好正嘅，好多人都未踏出第一步，係啊。咁其實佢 throughout 本書咧，因為即係唔好意思啊，我都已經唔記得咗係 book 幾啦。但係即係我覺得 throughout 佢依個 series 嘅書咧，其實佢都有提過嘅。阿尼爾不停都同阿神講，佢話其實我都千瘡百孔，我都好多問題，我亦都做唔到即係神所謂嗰啲好進化嗰種嘅生物嘅行為或者思維。佢話我點樣去即係話俾人聽咧？佢話同埋我都即係佢意思話我自己都做唔到，我點解仲話俾人聽叫人去做咧？同埋點樣 share 俾人咧？咁其實神嗰個回答咧就係話第一佢話你諗翻你係咪真係完全做唔到咧？佢話其實偶爾可能你係會做到嘅。佢偶爾其實譬如改翻乞衣個例啊。某些時候你都會付錢給乞衣，其實你都不是說完全會推走他，就是說你都會 help， 只不過你不會每次做可能很多因素影響你啦，自己的財政問題先啦，或者剛剛那天的心情好不好啦，反過來或者會不會是不好才有同人同命相連的感覺，就是很多 factor 去影響，不是趕時間啦，是啦，趕時間啦，有時突然間那一刻諗緊，哎呀我覺得他是騙人的啦，即他是有很多因素會導致你不做，他說但是其實他說第一你其實是不是說完全不 aware 或者說完全是做不到的這件事，只不過你要提醒自己做的次數要多一點，越來越多，他不等於你不可以 share 俾人呢一個 idea 或者呢一個應有嘅態度啦，所謂。咁呢個係佢第一個其中一個即係回答啦。咁我自己記得佢仲有第二啲回答，即係因為其實 on and off 阿尼爾有時都會 repeat 再問翻嘅啲嘢。咁佢亦都喺第二個情況，我記得佢有問過類似嘅問題，又係話：喂，我自己都做得唔好，我點樣去教人做咧？咁佢就話其實係冇問題嘅。佢話。如果是一個已經很 perfect 的一個 image 的人，他去告訴人聽啊，你就要好像我這樣要怎樣怎樣，他說有情況，即有很多情況下可能反而去聽的人是不會跟他做的，他說為什麼呢？因為覺得哇，你已經在這裡了，我現在還在這裡，我何時才到你這裡呢？接著就會想不如算吧啦，這樣。但是他就說譬如尼爾你自己都是慢慢由這裡現在一路就是抱著這個比較正面的態度去繼續做去開始走這一步，所謂他剛才你看到那句的所謂第一步開始走然後你一路跟其他人去 share 回你一路這樣走的經歷，他反而可以能令到更多人去跟隨你去開始，是因為大家覺得喂你都是一個普通人啫，哇！其實原來譬如他以前都吃煙啦，或者他以前都又成日財政有問題啊，又咩咁，人哋就會覺得他是一個很真實，即係所謂好真實的一個人啦，唔係話一嚟已經喺依度望住其他人。其實係啊，即係你太完美啦嘛，你完美咁你根本都 reach 唔到嗰樣嘢，咁個心就會想算咯，不如 give up 啦，即係我唔會做到。其實我哋好多時都係有個 limitation 嘅，即係有時我哋而家咁樣，我哋好多時分享啲嘢出嚟啦。咁又我自己嚇，我唔知你嚇，但我自己咧好多時就話。我都不是一個完美的人，我都未學到去什麼什麼的地步，但是我們有那個 aware 是的，現在開始呢就 aware 回我是我未去學到最完美的東西，但是我不斷地分享，其實我都是不斷地學習，其實這個才是我們怎樣 master 我們自己的能力嘛，即是我們自己學到的東西我們就是這樣去 master，咁就係大家 share 嘛，你可能互利咯，就係你又見到我嘅進步，我又見到你嘅進步，大家一齊咁樣上啊嘛，咁先有即係 worthwhile 咯，我覺得。係啦，其實就所以佢神嗰個回答啦，喺唔同嘅情況下，其實佢都有一個即係宗旨，佢意思即係話，其實你已經知噶啦，你去唔去做啦？第一，同埋你行出第一步。是不會說浪費了，即是不會說其實我都去不到十分我就不如連一分都不做了，他意思說其實你要開始了第一步，你是一個過程，你慢慢一定會做越多的，一定有一天是會做到的，當然即是阿神那個
其另外就帶出去另外一個意念嘅，佢其實成日都話咧 ，space 啊 ，time 啊呢啲咧，也是 time 啦。佢講咗好多次，係我哋自己俾自己嘅 limitation 嚟嘅。喺佢嘅角度，冇快同慢，其實都冇個時間限制，你可以幾時做到咪幾時做到咯。但係你如果唔踢第一步，就永遠都唔會有去終點嗰步。其實呢樣嘢咧，啱啱我就即係叮咁樣就諗起啦。其實 Ricky 咯。嗯，靈氣啊，因為我哋都係啲靈氣嘅 practitioner 啊，同埋我哋靈氣有同人做靈氣咁。咁其實初我係焗住去做噶嘛靈氣，因為我媽咪整親啊嘛，傷咗，咁我就焗住硬住頭皮都要試啦，因為我唔 sure 我自己得唔得嘅，咁啊試，但係其實一用咧，其實用到，咁係越用越強嘅，係、哦、啊，即係而家係會覺得。我好，如果我冇嗰、那個我一段嘅 experience 冇去踏出嗰步咧，我係永遠都唔會知道我自己係有咁嘅能力去做呢樣嘢。咁所以真係踏出第一步咯，第一步。拜拜。